八达岭。去重庆。可以啊。嗯。上坡下坡吗？都有上坡下，也是啊，也有人儿，也还有车，对，还有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。有这么多山吗？那就是到重庆的一种象征嘛。对。不是写了吗？水长城，我们今天就要去水长城。对，是吗？其实我们要先去一个地方休息的一个地方，会先在那儿。对嘛，肯定跟水有关呀、啊，什么划个小艇啊，坐个小船啊，吸吸水啊，我觉得可以，游个泳啊，游个泳啊，游个泳。玩个呢？玩个觉得呢？可以啊。再蹦个极呀、啊！蹦个极。算了呀。行，跳个伞吧。可以啊，跳伞真可以，但我跳不了，我不会跳伞。对呀、啊，跳不了。好，老师。哎。对，这不是比较偏僻，什么意思啊？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儿了，你们有什么想做的事儿？张哥和文哥，你们俩可以想想，可以帮金哥实现一个愿望。金哥想去摸鱼，你摸鱼的一天吗？我天天都想摸鱼，真摸鱼，假摸鱼，你想摸鱼？这旁边不是就水沟吗？来的时候看到水沟，水沟呀、啊，真去摸鱼、啊？哎，也可以啊，看有没有看有没有鱼。我们去摸鱼呗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。摸鱼，这好像有点冷哎。摸鱼的一天，摸鱼直接把我们手变成冰窖。没事没事，冷点没事。血气方刚的男儿。我哪有很想摸鱼？丁哥不是想摸鱼，我们很想抓鱼。说清楚一点，那我们就今天第一个小小的娱乐就去摸抓个鱼。可以啊。我觉得抓个十几条。然后够大家伙吃就行了，尽量不让这个小溪的鱼灭绝就行了，允许抓就行啊。对，允许抓啊。你们猜我要干嘛呀？呀，我是想干嘛呀？其实想有点想打篮球的，对吧？毕竟篮球都带过来了。真打篮球吗？可以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我也觉得非常。那我们先打会篮球啊。好啊，我摸鱼。好，我摸完鱼再去打会篮球，愉快的一天就结束了，是吧？好快了呀！哎，我们这是来度假了吗？那真打篮球了啊？真打篮球。开玩笑，打篮球天天打，肯定要来干点别的事儿是吧？对啊，那干点与众不同的事吧。怎么说与众不同的？表演点节目啊啥的，是吧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表演节目那太简单了，是吧？太平常了，太平。那就把隔壁村的那个大爷们都拉过来，让他们看着表演节目。别！我觉得可以。真努力吧。对我来说，我那种社恐啊，大哥，我真有社恐。对啊，这你的社恐。我们做这一行的怎么能有社恐呢？那你们也一起。对啊，我们试探一下，在下面看啊。他们会一起表演的，对我希望大家一定会跟我一起展示，把我们的技能展示给大爷大妈们。嗯，所以加油，张哥呢？好，可以。好，你答应了是吧？好，摸鱼，表演节目。这非常的给来哎，张哥拍个 vlog， 给张哥来个春日限定，你又来个 vlog 了，来个第二季，可以啊，我看了你那个的，有吗？多久了？就是我们隔离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他说终于来到这个什么饭
食堂吗？这食堂什么天天我拍了个 vlog， 好多好吃的。什么啊？那个一分多钟的那个，那叫 vlog 啊。然后最后到校的时候，我开了一下中戏的那个门，说从什么回来了。啊？拍个纪录片吗？啊？啊？给他们来整支 MV。MV， 我们来拍摄了，这就拍个 vlog 的 vlog。这个 MV 的预算不够。谁拍呢？是我们当摄影师。学了，那不给工？那给工钱好吧？工钱也是张哥结一下。张哥结，我结。我帮你拍，那就不得你结了。今天晚上请大爷大妈还有你们一块吃饭。其实我想，我们回到城里再吃吧。我也觉得回。那就把大爷大妈一块带回城里。好呀，可以啊，包车吗？好。行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出发了。看情况吧。出发了，我出发了。走吧。好好看呀。我们抓了会被骂的。骂的。泼水节快乐，张哥！你小心点，张哥不笑。哎，我教你怎么练。练核心吗？对，练核心。就不，你在干嘛？你在举石头，你不要想着你用手力用力，你要想着你从腹部开始发力，贯穿到你的手臂，这个手不放松。哎，就可以打水漂吗？那手只是个工具。对啊，对。别跳！这乱石很容易崴到脚腕。对，这是脚踝终结者，这个石头。Double three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遗忘是我来的热烈。我在练腿部核心，这就是摔球。哦，陷下去了！哇，张哥，救救我！陷下去了，好陷，快点！是有点冷啊。没事没事，冷点没事，血气方刚的男儿。我不冷啊。我也不冷。谁说是冷啊？说实话，就喜欢这种走山路。这拍出来太好看了。张哥，我们走快一点呗。行。爱你孤身走暗巷。呀，我是真是不走寻常路啊！我在练核心。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吗？昨天晚上张哥在我们那儿看，边看手机，都在练核心。这仰卧起坐。对啊。练腿。那是锻炼。哎呀。太久没有练了，你知道太久不练，小心点，小心，会掉肌肉的，是会掉。所幸我一直在练。这是螃蟹吗？这个天没有吧？螃蟹应该快有了吧？我的天哪，这个水冷的要命。你刚摸了？没摸。猜的吗？这几个树还挺好看的，这个什么树啊？
白树吗？白树，白树，现在也可以拍拍 vlog 了。让宝宝你们拍拍吧。看我们这个头发都变成这样。我就石头是黄金吗？我乱说的啊。是黄金啊。我们三个是淘金者，说实话。哦哟，淘沙金吗？那棵树好帅啊！你看长到那儿的棵树，长到那儿了。长到那儿的树。去拍。在练核心吗？在练腿部力量，练自己的平衡力。以后过人会过得很快。啊！在这儿抓呀！没关系的，我掉不下去的。你敢过去吗？还有鱼啊！你敢过去吗？你敢过去吗？我敢啊！你过去，你小心乱石啊！等下我抓着你。算了，我不过去了。回来回来，我抓着你。哎，我从这儿可以过去啊。我们在这儿抓鱼吗？这儿能，这儿能抓到鱼啦？我心里绝对没有，一个糟老头子绝对没有。给我吧，换鞋吧。他们说这不可能有的，兄弟，主要是季节不对，再热一点。其实也差不多了，这绝对没有鱼的。哎呀，我们是看谁抓的多吗？啊，我们是要有一个目标吗？捞一条嘛。他吻上了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鱼啊鱼啊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在哪儿啊？这里面有海苔。哪有鱼啊？哪有鱼啊？鱼啊鱼儿，你在哪儿啊？这种行为非常不值得称赞，非常值得那个叫什么，乱扔垃圾，应该谴责这种行为。先放边上啊，这样会污染河流。先挂这儿，待会儿带走。快快快，行动行动。去拍，来畅想人生。张哥，找鱼。状态来了就也行。你们走得好快呀、啊！鱼儿，不行，人生没有近道可言。这水太急了，找不到鱼了。这怎么可能有鱼？哦！这哪有鱼啊？那有什么可捞的？你小鱼，这么小的，仿佛你们在玩我们。好小的螃蟹啊！献歌一曲，大河向东流。天上的星星藏北斗啊，这能算得个啥呀？这哪有鱼啊？没有，我已经在最高的视角看了全场，没有鱼了。对呀，你要是能帮我捞一条鱼，你让我干啥我都行。真的，我日后，真的，
你们帮我捞一条鱼，我干啥都行。说到做到。首先你们是不能放的，而且这个鱼必须这么大。这么小也行，大鱼我给你们，我敢给你们赌。真的是一点希望都不给人。哎，我翻到了苍蝇。我抓了。所以我们已经降低标准了啊，只有活物就行了。我把张哥装里面呢。我也这样想的。啊？我说我把张哥装里面，我。你把你装里面。我信你个邪！呀，呦呦。哪儿啊？哪儿啊？哪儿啊？开玩笑呢，搁这儿。我来了。我知道它是未来的感觉。你拿我们寻开心的呢。真鱼假鱼啊？真鱼，你们放着吧。哪儿呀？哇、哦！这怎么抓得到？这太深了，放在这里面真的是。我留下来的。好嘞。宝贝，宝贝，来这儿。宝贝。你别宝贝了，这还有一个，这还躲着一个，好看。我这咋过来？要不然快看，我放不下，在你这儿。拿桶子。他们游上去了，抓了一条了。耶！这是我捞的第八条了。哇哦！好开心啊！抓到一只啊！啊，抓到一只。今天那。今天那只鱼呢？那儿，跑那儿去了。嗯，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我感觉我们跟那种赶海直播似的。哎，那儿吗？对，小心啊，小心，有点深。是有点深。把它勾，不，把它放到这边。哎，还上去了，还上去了，就这里。刚才把它引到这边来。哇，好的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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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一条长线。快快快，张哥。来展示一个，啊！哎，鱼呢？好的，好的。哇哦！鼻子里面。太简单了。好可爱的鱼啊！这是金鱼吗？不，这只一定要让我来，不然我的挫败感很强。哪儿啊？这条小溪能捞出几米，有什么感想？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。这去不了。哪儿啊？哪儿啊？三条。哎呀！哇，第三条！哎呦！去哪儿了 ？Be careful！ 哎，不见了，不在这儿。那儿。耀文，你左边。我这反光。左边，你左边。哦。哇，这个太深了，哪儿去了？他又走了，又走了，又走了。要不网子其实都一样。哎，鱼呢？嗯。感觉这种时候非常的安静。敢问路在何方？
真的上游游呀，我就去上游找一找。哦，那有条鱼，哇，快快快快快，真鱼，那有条鱼，鱼，真鱼，好多鱼，真源，真源抓鱼，真源抓真鱼，鱼呢？真鱼，那有条鱼，鱼，真鱼，好多鱼。哎，鱼呢？鱼呢？放哪儿去了？哦，没有，我跟他们显得格格不入。这儿王，我要开始进入第二种状态了。哦，又太棒了！这是第四条了，第四条了，不行，咱们就是来过瘾的，真的。鱼呢？我们这么 little 鱼宝宝呢？下面的，它藏在石头下面去了，没藏在这边边上的。小朋友，嗯，你羡慕吗？你想下水捞呀？建议你把这个网拿着玩一下。它会乱板吗？它会，因为我还好。我还没摸过鱼呢，我感觉没怎么摸过。抓抓抓！哎，好奇怪的感觉。用力用力用力，直接往下。它会滑吗？它会滑，很滑。啊，不行，还是拿网吧。哎呀呀呀，这挑战自己嘛。哎，你想玩吗？我觉得可以，那就这条吧。把金色的送给他吧。快。摸不到呢，用力用力往下，它在最下面的。要玩拿一下那个。等一下吧。我来吧。啊，这我看到了。咦？多往下，多往下一点点。啊！我怎么这么奇怪呀、啊？我们抓个鱼跟，确实挺奇怪的啊。算了，要不你。觉得它钻石头下面去了，这不好搞、啊。哎，可以，跑这边来了，抓到了吗，丁哥？让我摸一下它吧。嗯，哇哇哇哇哇！它肌肉好强大呀！它扇你耳光。呀呀呀！是抓这儿可以吗？抓这儿。你来这吧，张哥。抓这儿，抓他的塞那儿。抓嘛。抓呀，张哥。很滑呀。真的好无语。啊！不行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不是，我感觉我抓不动它。哎，鱼呢？小朋友，送给小朋友吧。这，给他吧。来，他是一直看我们抓鱼。想要吗，弟弟？抓了一条鱼。来，弟弟，哥哥们给你抓的鱼啊，有点重，有点重。回去养个几天，养到十几斤了。没事，再见，小朋友。这个鱼还活着吗？哥那条送给小朋友了啊，金哥还满意吗？你的愿望？我满意死了。那就再抓一条吧。好。把它飘过来。你说这个上游的鱼，它好像还真挺健康的啊。让张哥抓。张哥快抓，抓住这条鱼。拿桶，拿桶，桶。对。厉害。哇，张哥厉害，张哥太厉害了。哎呀，他怎么不动啊？他被你征服了。对，哈哈，对，他给你征服了，哇哦！再来一次，对，可以啊，今天就给丁哥抓了一条啊，行，那今天就
就成功了，抓鱼泡安抚一下他。好想回重庆啊！重庆真的舒服，重庆啥都有，好快乐。嗯，北京就是做事儿的一个地方。嗯，你们做过那种吗？拿水泥和成一个球。那不是水泥，拿泥吧。我是拿水泥。不是水泥，那是沙子。水泥你不会沾手上吗？洗了呀，就是。不应该是，我都是拿那个沙子。我是拿水泥，然后我把它放在那个火炉旁。感觉这边比那个上次那个地方舒服。上次是，就是那个坐电动车那个地方。哦，那地方那地方好多泥。泥啊，就是想起来了，是国庆节的时候拍的啥来着？那时候坐电动车的地方，下雨嘛，然后对对下雨，然后你们坐那个车，我们坐那个公交，找那个票子，打乒乓球那个。对，感觉那儿没有这儿舒服。我们老了，我们去那种海边买一个买套海景房。